的一个时间的落差会比较大一点。回棒落空，杨建福第700K 达成了，这是这场比赛他投出的第一 K， 也是他职棒生涯十年级生累计下来的第700K。有效的配球，然后最后是用速球的一个压制，四缝线的一个直球又投在内角，非常有效率。杨建福2003年开始他。哇，挥棒落空，再一 K。哇，在这个半局，统一狮队是三上三下没有得分，目前0-2两分落后。他对狮队5胜1败，但去年呢是1胜3败。拉掉，没有出棒，站得不动啊，没有挥棒被三振了。三上三下，四局上半，统一狮队没有得分，0-2两分落后。挥棒落空，被三振了。哦，因为一垒上本来就已经有跑者了，所以捕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到，也不能跑了，也是不构成不死三振的要件。哦，阿福这场比赛投的第5次三振，两出局。嗯，还是花球哈，花球很犀利了。这球是最好的策略，就是不打。哦，你要打到这个球是。